我諗有咗佢就特別領悟，就係你遇到咩困難都要諗下點克服咯，唔好放棄啦。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，帶出温暖永遠在背後。原曲《真的爱你》除了赞颂母亲，用来歌颂父爱同样非常贴切。年约40岁的俊俊爸爸宋先生，回想3年前跟太太结婚无奈就生了个仔，宋太更加是辞了份工专心安胎。当日两夫妻还在筹划究竟几时开刀给个仔仔来到这个世界，怎知事情却不似预期。我老婆23周入去的，是的，那是很紧急情况之下入去，因为她又好像穿了水，但是她应该入了E300医院大概1个星期就咁樣出咗嚟，醫生已經好多 warn 咗我哋話，佢因為早產 BB 有好多問題，你會預咗出現，食到啊、肺啊，係啊，係完全因為佢未係啦，未 develop， 即係未發育得好。你又冇乜必要要放棄啊。咁但我就係諗佢出咗嚟就應該盡力去照顧佢啦，冇理由咁機會都唔俾佢就抹殺咗佢，即係呢個機會啫。幸福唔係必然。好似呼吸一口气咁简单，但系俊俊需要靠呼吸机同埋制氧机帮助，先至可以完成到呢个简单嘅动作。一生出嚟就住咗成年嘅儿童医院噶啦，我冇记错系个岁几嗰阵时候，医生就建议我哋开呢个气管造口，但系佢嗰阵时话你一开咗咧，就差唔多都以年计，即系呢度开个窿。幫佢透氣，同埋佢有個胃造口幫佢食嘢。胃造口就簡啲，只一個係直接倒啲食物落個胃度啦。個氣管造口係因為佢初頭佢係唔夠力用自己個肺去呼吸，簡啲講佢用部機要幫佢呼吸，直到而家都係你見到右手邊呢部就係啦。咁佢需要個氧氣機啦，需要部呼吸機啦，幫佢去維持佢嘅生命。咁多人嘅。因為醫生都叫我哋食多啲，如果唔係佢唔識食嘅。係啊，因為你冇 practice 嘛，係啊。有。都係因為咁嘅問題，佢身子好弱。佢差唔多你諗到嘅病毒佢都中過，除咗 Covid 之外佢都中過曬㗎啦。佢試過由凌晨去急症室啦，嗰日好似係30晚嚟嘅，就中咗 RSV 啦，佢成個人攤咗喺度，抵抗力又差，咁佢呢啲係一種感冒就驚佢生命危險嘅，我哋就要即刻送佢急症室啦。宋先生兩夫妻全天候輪流照顧個仔，宋先生更加需要喺深夜換喉、喂奶，而反覆使用消毒藥水。加上勞累，令到本身患有濕疹的他病情加重。第一最辛苦就是你剛才聽到的聲音，即夜晚其實就很認的聲音，但沒辦法，因為這部機譬如說他 check 到他某些不是在他的數值裡面，他會 alert 你，是不是你要出來看看他發生什麼事，他的氣管有條喉要 check 要換，這個要學，要在醫院學過，要跟媽咪一起夾，即是每天都要落奶落水，基本上每天呢他就要去到最後的坑呢，多數都是我做的。幾點鐘你12點幾落，譬如佢食奶食個零鐘，去到1:00-2:00，跟住你要隔多一個鐘先落水，因為佢有胃酸倒流，驚佢。咁 which 醒我，即係起碼要搞到3-4點每日。如果又係有時佢有啲問題，可能有啲痰佢塞住啊，或者部機不斷響啊，就分針都唔知，可能要天光先搞掂。睇翻個數值，睇翻部機玩俾我聽緊，佢係咪 OK 啊？係咪正常啊？呢啲全部都係好辛苦嘅嘢嚟。我又唔夠瞓，咁又好多嘢，咪整到我啲我唔知免疫系統有啲乜問題，啲濕疹出嚟好多，咪就係隻手。今日就好翻少少啦，其實都係有啲有少少啦。快走啊！你平時咪咁噶喎，珍珍。度過咗3個父親節嘅宋先生，睇住仔仔身上嘅灶喉插住喉管，只有一個願望：唔好怕。艱難咯，盡快令到自己好啲咯，
亦都唔好介意別人哋嘅眼光咧。我最想就佢當佢盡快康復啦，希望開心心咁咪做到普通小朋友做嘅嘢，其實我都覺得已經好滿意。